一入嘅时候啦，见到花生汤就包咗尾，而家见到首先抢出嚟咧，中档有独占鳌头啊，麻辣有混长着，跟住有威劲啦，然后就系有呢个五菱辉华，亦都上到嚟第四，最后啲啊嘛，先至系发如飞啊，然后碗沙溪啊，跟住先立广骏马车中红啦，然后就系呢个利精啊，名士风流啊，包尾咧就系有呢个获利专家同埋花生糖嘅，开始咧落大斜坡嘅时候啦，见到混长着同埋呢个独占鳌头喺前边咧争持紧，最后就系三个马见到五菱辉华，跟住咧威劲啦，咁快咧好似褪褪下咁样，然后先就碗沙溪啊。发如飞啊，最后啲就系立广骏马啦，然后就系有车中红利精啊，跟住有获利专家，包尾就系名士风流同埋花生党。落大只股转翻嘅时候，仍然有混长着同埋呢个独占鳌头喺前面啦，一路叮当码头争持紧嘅。最后三个马见到五菱辉华啦，然后先有威劲啊，呢、这个发如飞啊，跟住有碗沙溪啊，然后先立广骏马咁样噶啦。一转入直路嘅时候，独占鳌头咧已经系越过咗呢只混长着，跟住五菱辉华外档上紧嚟嘅，然后先有呢个威劲啊，然后就发如飞都上翻啲啊，碗沙溪咁样去到最后200米嘅时候啦。呢只独占鳌头啊，前面少少嘅，而家五菱辉华冲上嚟啦，威胁呢只独占鳌头，跟住咧就有混长着，然后外档嘅获利专家而家先上过终点啦。第一名咧就要影相啊，呢个五菱辉华同埋啊系获利专家要影相啊，第三名都要影相，就系呢个快如飞啊，仲有。